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恩。今天呢是四月四号，也就是我的生日。那么想必大家都会在生日这天收到很多的礼物吧？没有错，我也收到很多礼物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开箱的礼物有这两大袋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两大袋。那么一个是我姐姐从美国那边带回来的礼物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哥哥的朋友，他从华航公司带回来的礼物。那么我们先拆华航的吧。第一个要开的礼物是这个2018年的波音月历，我们来看它里面有什么吧。然后它里面呢有这个是大张的月历。那么我们看一下里面长怎么样子的，它里面长的是这个样子。第一面是以737 MAX 当做它的背景，第二面就是1787当你可以。那么我们先看到这边，因为还有别的东西要看，所以下一个东西就是第二个东西，就是这个787的月历，一样也是2018年。那它的正面跟背面跟刚刚那个大张的月历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它里面应该也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对，一样，里面也是以737当一个背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下一个东西吧。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华航的 A350-900， 它这里有写，看到吗？这里有写那个它的编号，然后它的主体长这个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长怎么样。它拆开以后呢是长这个样子，就是一个飞机的主体，然后后面有飞机的翅膀，两具引擎，然后这里有说明书。最后一个呢，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帽子，这个帽子一样也是华航的帽子，它的正面是写G19X，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说它是华航的飞机的发动机的制造商，然后 9X 是它的编号，这旁边还有制造商的 logo。那这个帽圆感觉蛮长的，戴起来应该我的脸应该就不见了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东西吧。第二袋的东西呢有2、4、6，有六样东西，对，有六样东西，蛮多的。那我们先来拆，这个吧，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牌子的巧克力，对不起，我英文不好，我念它叫 Gouda 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念错的话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不好？对，就是我姐姐说这个是蛮不错的品牌巧克力。那未来呢，再拍一个开箱试吃的给大家看吧。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。这个是美国百年的公司品牌的护唇膏。第三样东西呢，它有两个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很好吃的欧洲巧克力饼干，这个很好吃，之前就有吃过一次，很好吃哦。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吃的话，可以去买，这个真的很棒。然后第三个东西呢是这个，一样也是勾打嘛，还是刮打，我不知道哦。它就是巧克力粉。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衣服，这是我姐姐去美国帮我买的衣服，不知道好不好看，你去穿一下吧，用一下。好了，我已经换完衣服了，这件衣服蛮大件的，穿起来蛮舒服的，它很透气，它的材质是透气的布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生日礼物的开箱影片，我是玉恩，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个喜欢并且分享。如果想看我更多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未来呢会时不时的发布影片。那我是玉恩，再见了，拜拜。